但也和妹妹柴玲有着深厚的感情，曾多次为了一起的歌曲进行引援。接着，蔡依也终于开启了下一段的旅程，以 solo 歌手的身份正式出道。近日，蔡依发布了和蔡玲进行的舞蹈挑战，姐妹们的好感情完全一览无遗，真的让粉丝们都好开心。如今两人都已经成为了舞台上最亮的星星，期待今年年末还能够看到两人再度同台演出啦。